坤儿，咱一块儿跟孩子卖个萌怎么样？不卖了，不卖了，来帅一点，帅一点。我都不卖了，不卖了，来帅一点，帅一点。我都卖，你都不卖。对啊，一起卖萌吧，来，让可爱一下嘛，可爱一下。来，卖萌，可爱一下，来，都卖萌，都卖萌。来，好来，好来，好久没卖萌啊，来啊，脸要这样哦。你给我歇着，我都够不着。你吧，跟你挺配的，谢谢。跟我就没我嘚儿呗，我是。嗯。快。多可爱，可爱。可爱。卖萌第一名。第一名就会卖萌，啥也不行。可以。干啥不行，卖萌第一名。可以。老实点。我怕虫子，我看那个蟑螂啊什么这种，我还好，是吗？啊，对，我最害怕它。对。啊，哎呀妈！但我相信我们的水现在应该还是多的，多吗？差不多，多一点点。看我了啊，这回可以。坤儿加油！加油！哎，好。坤这个步伐是永远这样吗？请问，坤不用动，坤不用动，跑啊！漂亮！你别转呐、啊，你这个步伐在这儿不好使。我累了。再整两下，再最后一下了啊！飞铲！还可以，他就稳住了。大林子刚才都发出了啊嘿，哎呦喂呀！他们水好多啊！我冲你啊！看我啊！别逗我笑，我没有逗你啊！哎呸！我都没数着，这算啥？他数着了。我蹭了你衣服，不是我一手蹭了。行，我这有个印儿，来你看。真碰到我。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你为什么要在这演？我真没碰着啊！你真碰着了？不是，就算自打自演。OK。你看你我呢？野外不是打头世界，打头世界。来，你戳我，你戳我行不行？戳我？哎，你戳。谦让上了，是吧？嫌我没有当哥哥样了，是吧？来啊！危险又迷人。眼睛，我还要感谢一个人，郭麒麟，他把他的提名资格给了我，因为他知道他演的并没有我好。这是黑幕，这就是黑幕，他亏了。天哪！我觉得磊磊肯定找个地儿藏起来了，想喝个果汁是吗？
喝个果汁呗，不是不可以。应该是落单了，三二一一起上。看我是四啊，我会帮你上。三二一，留言。在那里啊！海哥动不了我，我们是一伙儿的。来，你撕我一个，我撕你没有用，我撕你干什么？奶奶，我跟麒麟一直在找你，只有你能替我们把凯哥撕掉。Talking 无用，撕就完了。来呀，来呀，少一个是一个。哎，我劝你，女生先走开，女生先走。你们别在这儿，你们在这儿好一点，要不然撞到。你别这边，这边有机位，你先躲远一点。我现在有点落单啊，麒麟，你撑住了。你在最后了，哎，不行，快上手。给你接回来，哥。我也是没办法，凯哥，对不起。各位成员请注意，提名人选已更新，提名人选已更新。郭麒麟老师，他的发型是不能乱的。这个车有点伤感的啊，他是故意放的这个歌吗？要放这首歌。要求你放这首歌？啊，要求你放。啊，那线索啊，这是。哦，你今天怎么了？你今天怎么这么机灵？你记得吗，玲玲，把兜套出来，你都忘了是吗？你一上车就开始有线索了啊？对，智商就开始浮现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下车就没智商了吗？下车也有，那我得防着点你了。他平时就老爱搂我肩，不用防我，你盯着凯哥一点。咱们现在这车刚开出去五分钟，已经开始内部出现不信任。咱们。把兜都掏出来呗，我觉得坦诚一点嘛。你看我这是没有啊，你们呢？你们呢？没兜。啊？没兜。什么就没兜啊？别瞎掏，我们不想掏，不掏。你不想掏？不掏。你有点不正常。不是，在哪儿呢？麒麟，你先拿出来。拿啥呀？你看手拿出来了。你看，兜，快倒了，行，你别扒走啊。哎，倒了，哎呀，有问题。哎呀，你有点不正常。麒麟呢？ We run for the dream。从白天到黑夜，我不需要停歇。We run。